鉴定一下网络热门 WiFi 知识，电竞冷知识。为什么你的 WiFi 信号总是时好时坏？试试这招，能让路由器信号增强好几倍。首先打开设置，选择 WLAN，长按你家的网络，把 IP 改为静态。下滑找到网关，长按，然后点击打开浏览器。如果不能直接打开，就复制到浏览器上打开，点击继续访问，输入你刚才设置的密码，找到应用管理，找到信号调节。这里一般路由器都会设置成节能，把它改成增强状态。 视频很长，一句话总结就是进入路由器后台，把 WiFi 功率调到穿墙模式。其实屁用都没有。国标要求 WiFi 最高的发射功率就是一百毫瓦，厂家也不傻，出厂默认功率不可能为节能，显得自己路由器信号很差。这样侮辱智商的视频居然有两百万人点赞，而且还有一堆人抄袭。更可怕的是，抄袭的视频过万点赞的最少也有几十个。 如果你真的想通过增加功率来提高信号的话，我建议你海淘一个美国或者台湾的无线路由器，因为他们的功率至少比国标大一倍。关注我，带你深扒行业底库，从零带你玩转智能家居。